曹师傅，曹师傅，这个是什么东东啊？这个是锤把。锤把。然后用凤眼拳的。凤眼哦，这个东西啦。啊，对。如果是传统的话，现在是用，我是买鞋跟我切啊，切大概鞋的下面的那个。哎，对对对。哦，以前呢是用纸的，纸的，纸的，是吧？贴那个纸，贴的大概这样高。但是以前呢，以前呢是比较大，比较大过后，它外面这里呢，他们会用竹子、竹竿，我转了过后粘起来。啊，粘在旁边这里。如果是打打不准的话，打到旁边的话，这个整层皮会脱出，会脱下来。哦，这练得很准。现在没有了，现在。现在我做比较少，比较小，嗯，但是我没有放那个竹子了，哦，比较危险，那都很危险。啊，曹师傅，这个就是锤把啦，对，你们朱家全独有的练功的一个方式，是吧？啊，我还没看过其他人是这样练的，我也没有看过，第一次看过，是独有的啦，啊 ，OK。这个是凤眼拳的锤把，我们拿来练凤眼拳的。第一，我们练的是准确度。准确度。对，我打在这个把的中间。打在把的中间。打在把的中间。凤眼拳。所以这个东西是练你们的，这个是对应着人的身体是吗？对，这个是上面大概眼睛。哦，眼睛，这个是眼睛。眼睛，喉咙。喉咙。这个是我们这里。哦，这个两胸的中间。这个 solar plexus。solar plexus 啊。这是两边。哦，两边。所以凤眼拳如果是只是靠打空气这样，是练不到的。练不到的。打人的时候有可能手指会断掉。啊，对对对对。所以要练锤把。哦，练给他硬，练给他硬，练给他硬，然后练给他准。准。因为你打空气的时候，哎，你的力量用的不对，也是可以打。对。但是如果是你的劲啊，打的不对，你就不能打这个。啊。你打这个的时候，可能你的手会扭伤。哦。如果抓不好，没有力。基本功不好，打下去是自己出事了。在除了练拳法，除了这样打，你可以，还可以这样，你要下去每天这样练，每天这样练。哦，脚是悬空的。哎。哦，像是在做搬冰这样子啊。啊。这样转，怎么转？练他那个扭的力量。练给你我们手指的关节，我们的筋给他比较有力。筋不了，不是马舌了。马舌也是有。马舌，我们的筋，我们的这个给他耐。这个骨头给他比较硬，所以用的时候就用到。没有，如果是没有练这种硬功的话。凡事都要有一个功力啊，不是你看 video 就学到了的。我师父讲过吗？看 video 啊，就是讲看人学功夫啦，无师父教是不可能的。你看到学不到，学到用不到，就是这样子咯。不要学，你来找他，不要找我，我不会出家拳。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学也是好了，尤其是女人呢。对嘛，除了强身健体啊，能够像师傅这样看起来像年轻之外啦，有胶原蛋白之外啦，它是我们的文化价值，啊，
文化价值也是一种真正的防身。防身术我们在video 上看很多嘛，对吗？但是能不能用呢？你没有这种功力、这种 power、这种速度，你怎样能够防身呢？那个只是讲不了啊。要练功。要练功。只是打套路是不能的。不能的，要练功。这种的放拳的好处是什么东西？就说你可以试看，如果是你用平拳，平拳啊，压着自己，哦，这个胸下啊。跟你跟这个比较，你要看啊。这个痛啊。痛。如果是女人，比较她的比较瘦比较小，比较瘦比较小的，她力气比较大，是吧？如果他用凤眼拳的话，他就可以跟男人打。就像刚才这个这样，专打人家的弱点，一锤锤死你。就是你刚才讲到那个螳螂跟那个鸟，对吗？他打对地方，用对地方，一爆去，就算像鸟，他也会倒下来，被螳螂打倒。我们打的是打部位，部位随便打，对，打没有用。对，打部位。所以功夫出来要有功力，要有力量，要有速度，它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不是你能够踩没滚啊。
肝，是需要动物的。对，你那边打完，很难。很难，所以因为我已经被别人锁住了。对，你们自己来体验一下就知道了，不是做假的，而且他也不能真正的打我。如果他真的是用拳快的速度打我的话，我应该没事。真的吗？你们练过那个东西的，有力的，有那个劲的。如果我真的是一个不知死活的人，我真的肥而且你就真的要跑来，我是真的会出事的，那个力收不到。所以每次他们就好奇，就我这种 destiny 啊，要放慢速度，不是他假，是他不能真的打你。真的吗？那个力，他如果他真的我是快，我很快冲过去，他一打他又锤过来，完了，回去见阿公了。那感觉那刀也一样，如果那棍我真的是坏人，我就甩过来，你就当唰，他就烧过来。不要讲铁啊，那个马斯克啊，我也是，比较能了解的。我以前也觉得功夫是骗人的，直到一位90岁的老人家送我3巴掌，我从此改观了。而且传统功夫是我们华人的文化，你不爱他，谁来爱他？希望我们的文化能够继续传承，生生不息。